903广播剧《欧阳自强》第288集《假想敌》。煮嘢食冇天分嘅人，就算睇几多次 Gordon Ramsay 都好，都系唔会变成 Master Chef 噶。百里香、茄糕、黑醋同猪扒，我对住呢几样材料已经成个几钟，但系都系唔系好知点样落手。究竟周记嗰个秘密酱汁系点样整出嚟噶？强姐啊，其实阿猪扒咧都过咗身一段时间，你唔好咁伤心啦。你真系唔使对住佢默哀咁耐噶。你唔好嘈啦，煮错咗咁点算啊？又点会煮错啫？你而家连煮都唔煮，唔会错噶。喂，厨房系女人嘅私家重地啊，你出翻去啦。哎呀，我都想喺沙发瞓住等食啊，但系阿女生饿到咧就嚟话唔认我做老豆啦，咁我先系咁以过嚟监工啫嘛。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啦，我一定会煮得好味噶。哇 ，OK 喎，你呢招啊得啦，到时咁样整俾欧阳食咧，佢一定话好好味啊。咩啊？嗱，首先咧，你饿佢一日，即好似你而家咁啊，唔俾饭我同阿女生食。咁然后咧，去到我哋半死嘅，即系有少少离流状态嘅时候咧，你再拎个饭出嚟，嗱，咁即系咧，你煮咩都好食啦。你想有命食咧，唔该你出翻去啦。喂呀，你做乜嘢？做咩揽咗你熟手啊？咁难得强姐下厨，我而家唔嚟一个经典嘅 back hug， 都唔知道要几时先可以再做翻啦。你唔好再阻住我发挥啦。喂，其实你点解唔问下人啫？可能阿山识咧，唔系啊嘛，边有人走去求救求个敌人噶？以结果论嚟讲咧，你用咩手法去学识整呢个焗猪咧，其实都冇问题嘅，只要你最后整到咪得咯。喂，更何况啊，人哋阿山都冇当你敌人。Jerry 呢番说话好似又有啲道理，打个电话去问两句啫，知己知彼都系一个方法啊。总之最后欧阳中意食咁咪得咯。但话时话，吕炳昌只手几时先肯放呢？阿山啊，你得唔得闲啊？冇，我想问下你咧，你有冇食过周记个焗猪啊？你知唔知点整啊？吓、啊，你识啊？话佢识噶啦。冇，我想整俾欧阳食啊。喂喂，点啊？要落啲咩啊？哦，佢话落咗啲百里香落油先，然后煎香块猪扒。阿山啊，你都煮紧嘢食咩？我听到你煎紧嘢喎。哇，阿山系周记翻 part time 噶，咁熟嘅。哦，好，要落一茶匙一茶匙、去腌咗先。OK 啊。喂，女生系咪呢只匙羹啊？喂，玩咩？汤匙嚟噶。吓，系咩？喂，阿山，系，跟住咧，哦，好好落落汤。喂喂，唔好落晒同一个位啦！喂，你要周围咁样散住落噶嘛？你唉。跟你算交心，都不敢跟太近，没法及你后人出身。你是最优等，我是失色的次等。试啦！哦，嚟啦，哇！点啊，好唔好味啊？似唔似周记嗰个啊？哇！哇，真系好味啦！哇，好热啊！不过都哇，好味嘅。哇！唔算太难食，但系都唔似周记咯。OK 啊，听晚上嚟我哋屋企啊，帮阿山试菜啊，预咗你啦，冇得唔嚟啊！听晚啊。看来欧阳真的忘记了明晚是什么日子，还叫阿山。蛤？你没跟他说的吗？我想着他会记得嘛，叫阿山真的忘记得了。那就还好，就照去咯，拿个焗猪去。喂，你这个焗猪可以啊，有得斗啊。都不像周记那个。很简单啫，你想像的话听晚我帮你搞掂佢。知道要小心，他毕竟跟你亲，越看下去越觉担心。你若碰到他，你便
将它摆上心。假设你好心答应我别杀我，但听到他正建议我介绍密友结识我，太敏感和我被比多称赞，比多观众吻过那些人，童年认识的好友，成长加上地被逼到你吓到，全世界见过你的影迷住了得一个留神吧，我你似一个女神，什么都可以要，看我爱的那人何时都会被你点起了炸药瘾，靠在你身边要我强忍，我被比到称赞，比到观众吻过那第288集假想敌，欧阳玲是欧阳，司徒志强是志强，阿基是 Jerry。 啊，其实猪扒点整先最好食呢？上嚟司徒志强地盘 Facebook fan page 俾啲创意，话俾我知你嘅猪扒食谱啊！我怕输，更怕承受孤单，只有当陪衬。你要走，我喊是谁人抽空？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